Hello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我是戴娜。今天的美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回到学校的妆，大学生也能化的妆。那中学生能不能够化呢？我就不知道啦。那小学生化来干嘛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那素颜的时候呢，就是长这么丑的。那我首先呢，先擦这个 Kate Base 的有防晒打底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眼睛部位的黑眼圈，非常经典的黑眼圈，应该没有人比我黑了。然后用的是 Maybelline 的 H Refine 擦掉的黑眼圈的，就这样擦擦擦，把黑眼圈弄不见掉。然后呢，用手指去擦擦的，擦到它均匀为止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因为穷学生不能买太多的 concealer， 所以我就直接用这 concealer 擦掉我其他的瑕疵，然后用手指去推匀它。接下来呢，我使用的是 Maybelline Fit Me 的 foundation， 然后点一点点在手腕上面，然后使用 sponge 来涂匀它的。使用的 sponge 呢是来自 Daiso， 5块钱而已，可以去那边买，大学生是可以使用，其实呢便宜的东西也能用的哦。接下来呢，用的是 Innisfree 的蜜粉，然后涂，要怎么知道你自己哪一个部分没有涂呢？就是抚摸你自己的脸，再抚摸，觉得有黏腻的时候，再用扫帚擦擦擦擦擦。这 Innisfree 是非常推荐大家买的。接下来用的是腮红，那你可以这样子两边擦起来，一起擦在脸上的。只要微假假的微笑，挤一挤你的那个叫什么笑唇肌嘛，就在擦在那个部位，轻的擦，自然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，可爱的腮红就好了。接下来就是眉毛的部位了，用的就是 Innisfree 的眉笔啦，然后它有这个花籽的部位呢，拿来梳一梳你的毛发的眉毛毛发部位，怕你们跨北丢，所以拉近一点给你看清楚，就是刷轻轻的刷一刷，梳一梳，然后再补一补，然后轻轻的这样画补一补，画起来呢感觉到画的时候呢，有好像又没有，又好像有画又好像没有画的感觉。虽然在镜头看起来我的眉毛好像看起来不是画得很美，其实呢现实中画得很美的，只要眉毛画得轻轻的画，又有好像没有，有好像有的感觉就好了。因为去学校嘛，所以就不想要浓浓的眉毛。好，我现在要变魔术了，这个左右边的眉毛呢我就变一变就有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用的是 Maybelline Blush Nude 大地色的眼影盘，用的是他们具备的眼影刷，然后不然就是你可以用手指来擦一擦，擦完这个圆窝的。然后呢，使用这个色号在1/3的眼尾还有下眼尾擦一擦，涂圈圈的方式这样擦一擦，轻轻的推匀1/3眼尾部位的，也别忘了1/3的下眼尾哟。然后感觉到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。然后使用的是 Etude House 的 Bling Bling Pen， 然后擦在1/3的眼头，让眼睛看起来有点明明可爱可爱的。我怕你们看不清楚，所以再解释一下，是在这个部位使用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 Auto Pen Etude House Auto Pen 眼线笔，那只在你的眼睫毛之间的眼线来补一补的，轻轻的画，然后你看见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，看起来眼睛有点神就好了，不要太浓，就轻轻的画，感觉到有又好像没有，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有又好像没有又好像有的感觉呢？怕你看不清楚，再坐近一点让你看清楚，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就是画 mascara， 来自 Tori Mori 的 mascara，
涂 mascara 之前记得夹睫毛哦。接下来呢，用的就是像毛球般的 mascara， 谁叫你看上来啦？好，就这样子擦擦擦你的睫毛，让睫毛看起来又好像有根根分明，然后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，可是又不想不可以没有，你看差别就是这么大。接下来用的就是这个，让你的鼻子看起来高高挺挺的东西，就这样擦擦擦，然后再用手指来涂晕它，晕染它。在还没有擦唇膏之前呢，记得照镜子看自己的牙齿有没有肉剩肉剩菜哦。然后接下来用的是 NYX 的裸色唇膏，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感觉，又不能不擦，不擦又很苍白，所以呢要使用的是 Nude 的这个天然色的唇膏。不然的话你可以使用 Maybelline 的护唇膏，看起来一定是没有，但是绝对不会让你看起来苍白的，完成咯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废话，终于完成了，我们看看我的 pose 吧。I hold on to this storm cause I need to be swept away, swept away.